有关巴德外迁林姓受害人逃脱一案的、本分局受理以后，由该监所所提供的相关人犯的情资来进行分析，那再由本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啊，全力来进行查缉，期间啊，调阅数百只的监视器，来厘清这个林显他所逃逸的路线，并掌握林显所骑乘拖来的一部自行车一路南下，那专案小组啊，立即啊南下来进行查缉。那在今日凌晨0:50的时候，在台中市清水区中山路一带啊，查获林显和他所拖来的自行车，那全案一切盗罪及脱逃罪啊，移送这个桃园地检署来侦办。